卢祥远。德年享圈，德年享圈，建善抵行，建善抵行，闻过比盖，闻过比盖，能知其审，能知其审，能朽其甲，能朽其甲，能思夫目，能思夫目，能矫自低，能矫自低，能受廉洁，能受廉洁，能究患难，能究患难，能决私匪，能决私匪，能戒都整，能戒都整，能与利除害，能与利除害。要让他记一辈子，是不能随便乱放。俺叫他知道，咋叫他回归家吧？咋这个礼义廉耻？咋叫他仁义？不可能！咱们的皇粮被人抢了，你快出来看看！张轩，你快出来看看呀！谁抢的？大兵的。你不是带着家伙呢吗？我混子手里有枪。家眷，司令，司令，家眷，司令，家眷，叫你好生尽管，我是皇粮，不是你自家的口粮吗？皇里都没有了，你的皇粮交给谁的？你把话说清。县城里全大乱干了，听见完了世道变了，皇帝没有了。新皇上是谁？年号叫个啥？新皇上叫大总统，年号叫你回来。咋了？来去来去，我全住北龙园，跟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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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打给你了，打三关了，好大了，我跟你了，叫人，打三关了。大官命啊，飞龙园跟你啦。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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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三清三清啊，是哎呀三清的来来来来哎呀哎呀哎没事的啊没事的啊给起来啊贾卷我才能教你来来来坐坐坐贾卷来了贾卷坐坐坐坐坐贾卷我去我去你这政府的行管服得是谁相传都能穿家眷啊法管服嘛这就是像神奇一样这套制服穿到谁身上都会精神一样要不呢你也给你市场里头的影子一穿咱们就一样了你说我还以为你都当了官家眷啊连个辫子都设了天还设的多神之福是是是是不管咋这就都一样啊这辫子可以不见这就不能不喝了就不喝饭总还得吃嘛人不吃饭饿死了是是是是私人都得吃饭就是你政府把管粮派给我们中叫村里人吃饭你们如此大吃大喝我吃哈的窟窿有大甜的人家跟着政府他就会白白给你个命人家就不谈本钱这么大一场的那本钱得多大政府纳粮多少那是政府的命令少一粒也不行啊县城闹事扛粮不交啊咋办呀你说咋办你是组长你得管啊四林你忘了该说的话我都说过了那咋办那咋办你去一趟看卢厂在不在好小雪小雪小雪你说咋办干这事杜家不太出面留在下任去就行了这把锁拿不要是有个三上两段你挖到成人了如果该如何让抓住三段长毛错得够了本名来我是拿钱关起老汉的我活够了我七十多了活够了飞路上的路上抓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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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
我的头型像我，比你的圆些。学问大了，该看着，给寻一门亲，娶个媳妇儿，传宗接代了。秋文，咱这一辈子就央求你一件事情，到时候争点气，别像我一样费那么多周折，得成？计划啥时候回来？回吧，和你陆三白在县大牢里呢，再把粮交上，他就回来了。等你陆三白回来，你就把他认个干达，咋样？家轩，坐。嗯。三哥，县长说你悔过了才把你放了，依我看你一点都没有悔过嘛，要不然咋不把辫子剪了去？巧的，我都这个岁数了，我跟谁说不着吗？他是要动我的头发，他这就把我的头割了拿去。行，三哥宁气，我叫肖文把你认个干达。啊，肖文来跪下磕头嘛。好嘞好嘞，叫干达。干达。哎哎，陪我过来。什么人？以后小文跟黑娃都是亲兄弟了。好，好嘞，嘉兴。三哥，我不如你，你是人。嘉兴。你跟咱在现在楼里那当门来的，我咋不让说？你要是我大，你就是我哥，以后不管你惹啥事，我都会救你；买房买地，我都会救你。你这是啥？天哥，味道咋样？太好吃，还有太甜，甜就给你。这冰糖贵得很。给你，我不吃。为什么？我怕以后吃不着，心难受。天，我一天都给你吃。咱俩一块儿。我大刚去洗衣服送碗，还送碗？当年也不是我把你腿抱出来，你还出不来。我说。俺大妈说。俺小文，楼家楼兆鹏，昨日同婚，是咱白鹿原上的喜上加喜的大喜事。为此，楼家特意从宋城请来了新郎刘永庆，给大伙儿留影。留影的时候千万要记住，别走了气，眼睛瞪圆，一动不动的看着前方抹哈哈。要不然刘浩勇就不见了。等一下等一下，指令你陆三，哎，去把指令一叫。谁吧走吧，去，你把指令赵鹏一叫。快啊，崔浩快点啊，等着。结婚这么大的事，还有人腻了？还跟我说啥？婚姻
自由。那你妈跟你说，看见婚姻带不带自由？痛痛快快，哪里去？别哭了，别哭了，有啥好哭的？你干啥呢？瞪你留影呢？留个锤子！外面世界大着呢，人的活法也不是一样。别哭了，大喜的是咋回事？哎呀，大喜个锤子呀！我的婚事完全就是一个时代悲剧，我今儿开的跑呀！你咋都胡说呢？快些，瞪你呢！行了行了，我又不会把你咋样。来了来了，人来了，往里吧。子林，你送啥呢？还剩你半天。这小文跟赵鹏今天把喜事一办，生活很完了。龙三，哎，啥时候给黑娃办事？跟他答一样，我包了。那个黑娃就忘了，全包。快些，太阳下去都没光了。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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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玉秋，冬年，看我黑哈哈。你真好，别气。好。小鹏，我是小文。小文。那出去干活，找煤去，哎，给人家革煤。你没跟你家表妹说，你的婚他都包下去。还跟我说，等刚过秋天，就把你我亲事一办。我不想成亲，我不要他的钱。喂喂，我都不想跟你一样啊。像咱们主家说了，这360行，行行出状元，谁割的多，谁就是今年的煤科状元。哦，工钱加上。这位乡长，我年轻的时候啊，身体棒得很，我打逼着我考了个武举人，一天到黑舞刀弄枪法师锁。这朱家一个人占了3-4个女人，用的完。世道变了，武举文举都白举。你们都是革煤的行家，
行家碰上了好妹子，心里头总是高兴，总是想不停的哥。乡上都是啥人？不
么走。爷，你咋好叫啥？田向娥。哦，那我该叫你个啥？叫姨。三，浩师傅，浩师傅，我走的。啥？我说我走的。你走的？哎，浩师傅，浩师傅，浩师傅。我这人呢、啊、都是放不下管仲的人情世故。管仲呢大气懂道理厚道，志趣好发。小孩到地里头来，我在屋里头憋着，跑地里看男人。跑男人都光会跑个嘛嘛，我除了跑马还能弄个。你看像我狗大的肉的，那都跑道跑大的，先收拾狗。娘子，我说啥我说啥，这伙子乱民啊，你不让他在地里把力气用完，生孩子就是个饿死生的。我不革命，我走了。没还没说完呢。周家说你是今年的革买状元，给你加工钱呢。我的钱我不要，我走了。你要是嫌跟其他人合不来，就到院里做些轻活，工钱还是照旧给你就是了。那还说是明天到地里看你们割麦去。人家说你到地里是为了看男人。我到地里是为了看你。哎，你啥时候走呢？明儿。不是后。那你黑来吧，把门给你留着。
三，三。嗯。你来的太晚了，天都亮了，你还能干啥吗？我就想跟你说，我不走了，坐着。正中一场纵死光，难舍在归来呀，长安城。住家一天无飘能帮你真情色从来都没办成一回，就只会个毛毛踹踹的，大意思没有，说起来都丢人。真的真的不像你。哎，我也是头一回。这是我承认的时候，我答应了的。我给你，你敢对吗？我贴身带到里头，贴着个奶，香。聊咱。你都搞完了，没还怂呢？明天再来割嘛。到窑子里去，把对了你的品行，你想跟谁弄你就跟谁弄，你不想跟谁弄你还不得不跟谁弄。你把他卖到窑子里，也比给你家了，也比给你做饭。臭子，臭子，来钱！你娃花大，我人还不卖了。啊！
害了你，也害了我女人，也害了我们这小每个每个有每个的辈子。我能跟你一样能愣不及啥都敢吃，那个不是还敢要啥的？我们这小每个不懂我似的，不是给了钱要你的命，大人若是他做不来。哼，我周国的杜家掌柜是个巨人，无惧还整天骑马不抢弄棒子来耍，后来骑马没骑好给摔死球了。小文你停一下啊，你和三房太太为本家战斗的扑克开枪，正房跟二房仗着势大把我三房给排挤出来了，就是拿他给黑娃定了工去，大发了事。你黑娃就是给人家当媒客吗？那他还能凑成啥吗？那这工钱定的也太大了吧？要么是啥呢？黑娃说他再不把人领走，这女人就干叫正房跟二房阿月给闹死了。三哥，你人穷贫有不穷，我对着你。看他。村里人都说黑娃领回来的媳妇儿人均的很。我看你还是先到黑娃做活的地方跑一趟，看黑娃说的话实在不实在，要不然我这心里不踏实。你这个祠堂咋个进呀？这，咱出啥去？你不吃吗？我不饿，你慢慢吃。你还快吃，等啥呢？我吃，我还吃。你咋了？好好的哭了咋？现在饭不好吃，赶不上你国家我吃饭。那他吃饭这天都回来了，回来就给咱办事。黑娃。啥？啊。也吃饭去。这事该由你打出面跟我说比较合适。江小北，我跟小文是干兄弟，你也就算是我干大了，俺俩只想求你族长主婚，
给俺俩择个吉日，念进祠堂，拜把天地金箔座，把俺俩夫妻们上到族谱上，把我这门户给起来，我就安心过日子就对了。进祠堂的事不能急，最好是由你打成员草办，才比较活个利益章程。家乡的，那是给我娶媳妇，不是给我打娶媳妇。你就是给你娶媳妇，我也是娶你打门下的儿媳妇，对不对？家乡的，那个外乡女人跟黑娃来到村上，就是想跟他过安生日子，不图别的。黑娃一路上都跟我说，他家现在对他多亲多亲，跟自己儿子一样对他呢。就是就是，连他爸跟他妈的婚事都是他爸给操办的，这黑娃的婚事他爸更是为他亲爸还上心。黑娃，小文，听人说你把媳妇离回来了，啥操办事？快了快了，这是小文，这是我媳妇。啊，那人啊，那跟黑娃是？我知道，听黑娃常念叨呢。啊，你媳妇呢？啊，自是县城人，我爸是个秀才，去人没考上就当了裁缝了，姓田。啊，县城我去个两三回，哎，得是城东头西园子街边我家做衣裳的。就是的。哦，那我知道，我是去他家做衣裳。啊，你保在这儿耍嘴皮子了，去给黑娃倒茶去。嗯，不用了不用了，小文。赵小文，我就想见了你们实实在在过日子就行了。俺俩就是敬你吃一碗臊子面，也算是我两个人的一片心了。你们先回去，保在这儿费劲了。别的祠堂我不知道，咱北鹿原的祠堂不是随便三人想进就进的，至少得讲个来路清白吧。你先回去，等你答回来听他咋说就对了。回去了。好，啥？说他走了。这个女子不是他黑娃能养得住的人。回来了，快吃！吃你妈鸡！你再上一下，是商人吗？上人去！上上人！上人！咋你上？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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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滚！你不是个丫头，你给我滚！哎，大人下来吗？放走他！白天老虎，给我撵走！你疯了！谁把他撵走？大爷！你两个，这国家还做啥的呢？现在此事咋就闹了人了？放到那儿！这家伙把你脸当狗子说呢！你给我滚！都给我头发你滚不起来，滚，都给我滚啊，滚啊。
在这儿。要定身，有个裂缝。你完了，记得拿钢子钉上。不成个样子，那个嫂子就凑合住，先按住身再说。小文，这次你俺俩也都是走投无路了。不是，我跟你说过，不管你坐了谁家的大牢，我卖房卖地都会去救你的。这还算个啥？日子长了，一切从长计。这次我咋不知道？我先回去，省得再生出啥乱子来。嫂子不错，我回来。我当我人顾慢得很，你也不要怪他。怪他啊，咱们当我的。好的，坐在这儿。吃饭。啊，小朱啊。哦。都是命。啥？都是命。那别的都认了，这一样得答应啊。你说。你隔月得给我买一辆大月，我别的都能收，只这一样离不得，你得答应。行，只要你表现愿意过这日子，我就去挣。怕你就是把命都挣没有了，也难存活这一辆大烟。我走去走，去抢。你真说的？你这说，抢谁？你说。你刚才说不怪你答，也不怪白小文他答，你也不知道该怪谁，你得是怪我呀。你不怪我就对了，我还怪你呢，我是怪我自己。我出息，我能耐，连一个女人都娶不进门。我都给你有个家了，还不算进门吗？你别急，你让二都出去走活，只要肯处理，今年下来日子过得不见得比他白酒钱草。黑娃，我想跟你说件事。你就是开窑子，我也跟你去。众贵子启王，乃自白鹿原子归来，在于郊域。作为白鹿原第一座校学的第一任校长，我诚恳感谢慷慨捐助出资办学的诸位乡亲，这个功德是你们的。我赵鹏从小捣蛋顽皮，惹得邻家老来怪罪。为啥？书念少了，如今他学成回来，给咱白鹿原办了有史以来第一所学校，让咱原上的娃们家有了自己念新书的地方，咱白鹿原就能出更多更大的。超过赵鹏的人才，出县里的校长，出全国的校长，出全国级的校长。我读了这么多书，我都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共产党跟其他党不一样。甭说自己不一样。
肚子不一样了。共产党，我跟你说，二十哈，国里多人家。哦，我这样说你不懂。共产党是穷人党，是你俩的党。共产党是让所有的穷人都变富的党。那说富人都又变成穷人了，还是个穷人不算？哎，共产党是让所有的穷人都变富，就是共产主义，就是苏联。啥是苏联？什么鬼事啊？啊，这是咱中国，这是上面的苏联，跟咱挨着，地方比咱还大。那就让苏联好了，把咱一管不就行了？我不一样吗？咋不一样？哎，再过20年你就判着，你看我说的话对不对？那苏联那边还有农民没有？没有农民，苏联都饿死。那世道都不得光平。咋不光平？不管咋世道，农民都是最可怜的，手里最弱，生存最艰的。你不懂，你不要和他说话，说不清。我是个钢头。嗯，俺从小就这样，早习惯了。老师，嫂子，你面做的好，味道不一样。回来还有呢。嗯。人家本来过的是富人的日子，现在给害成穷人了。这么个情况。啊。苏联有一件事情，你俩肯定喜欢。人家主张的婚姻自由、恋爱自由，就是废除包办买卖婚姻，不用父母做主了，谁喜欢谁就跟他结婚生娃。我看你俩干在苏联，早进市场摆过好几回了。哎，你俩在一块儿，也差不多算是婚姻自由、恋爱自由了吧？哎呀，那你俩就是咱白鹿原自古以来头一个冲破封建枷锁实行婚姻自由的人啊。黑娃，你可是比我强啊。那说的是好人话。我是夸赞你呢，我的婚姻就不自由，就是个悲剧，时代的悲剧啊。你把媳妇撇在屋里不回去，就是要恋爱自由啊。啊，不一样嘛。你恋爱自由还是婚姻，搞一下正房的名分，嗯，进了祠堂。哎，人家苏联呀，就不要祠堂，人家没有祠堂。那苏联还有啥意思吗？来，再弄一个。你吃啊？嗯。没啥用呢。嗯，吃好了。我们是玉溪的镇中军，为了攻打你们省城西安啊，浴血奋战数月了，死伤的兄弟成千上万。我姓杨，官不大，也就是个排长。今天呢，带着队伍来到你们白鹿屯，就是为了收军粮。老道，我是白鹿原的乡员。你有话跟他说。你是乡约啊？我是乡约。来进一步说话。我让你是乡约啊？你是乡约，我还是乡约的娘嘞。那个人都说啊，你们白鹿原出卖，出卖就给我交这点粮，交这点粮咱还敢说白鹿原出卖啊？你们说都交了官粮了，那我信，那我为啥信呢？我以前也是个种庄稼的，
哎，就是瞧不起这管亮，他跑出来吃亮当兵了。可是你们又说一点亮都没有了，那我又不信了。那白鹿原底子上是啥？那不是埋，埋不就是亮吗？我宣布白鹿原底的账本全是金亮，我的队伍啊就砸到这村里边，我本人就砸到这戏台上，保护你们，保护你们给我打出金亮来。要拍账，我是白鹿原的族长，用三花你也可以跟我说。嘿，你是族长啊？嗯，那好，来来来，把罗赶紧给族长。你该敲锣，叫大伙赶紧割麦，敲亮，哎，拿走，拿走。这锣不能敲。哎，这你咋就敲不上来？自顾北兴自缴一份皇粮，别的粮不缴。哎，你瞧这，那就是皇粮啊！哎，现在的皇上是啥？啊，这就是皇上啊！带过来。快点，哼，你瞧还不瞧？金良，各家各户一木一斗三天内缴齐。四连，你的生父要下地啊？你当当兵的生父真是个屁。你快快放前头，告诉阁甲把逆箭都砍好，快去。金良，阁甲阁户一木一斗三天内缴齐。狗日的难道快快快快抓住抓住，弄死他，否则我看你是不正乎了。我撑死你，现在都绑上去，站站站站，是吧，把人绑了，谁也把动，把人绑了，站走，我这上来都给我老实点，好好各位。年买号还可惜，不少也守到咱白鹿原人的罪了。那白鹿原都得早缴，再都是四，也不能叫这货狼好活。快上快上，有人看见，叫上找什么呀？把油泼在地上，烧他的地上去！快走走。
白鲁原是个好地方，你搬个啥呀？你也拿不起。一位，放。要联系阁下，以白鲁原为中心，建立以共产党领导的农会组织，强调一切权力归农会。在国共合作期间，一方面要注意合作关系，另一方面要加强了建立自己的武装。都是说千道万，谁强多就谁天下。对，咱们要在白鲁原掀起一场风叫去。黑娃，我跟你说啥呢？我让你20年后印证我的话。这才几年呀、啊，苏联人人家没有刺他，人家也活得好好的，咱中国人也不用要刺他，咱得也活得更好，黑娃，刺他，给我杀！这一刀，杀杀杀你杀！我他这辈子就要刺他，我他妈这么简单？什么人要打呀？这帮畜生！把你的名字给我拿着刺在前面，给你，给你。下去，黑娃带人砸祠堂了，你去灌一下。你是乡员，是政府，这么大的事情应该你管才对。天下是农会的天下嘞，我的一句话还不如黑娃一个屁嘞。你儿赵鹏是农会的总头，你当大的发句话，他当儿的干不听。他现在是我的爷。下地收你的庄稼，尽你的本分就对了，都不要凑这个热闹了，得行？这是父，这个妈妈你怎么了？拉回去！妈，你做何做啥的你？都是我的罪过，我不是个养哈的儿，这个就把我你怎么了？这个就父，天地发明，是天赐天，古人白楼区传统以来。每年征集公粮都加了黑帮，九个乡镇无一例外都参与了分赃，这些年呢都是从咱百姓身上榨出来的血汗钱呐！乡长们，乡长们，我是天府县的账房金世寿，去年天府县搞经个手贪污粮食、赊银1400两，
就搁乡镇，各分当年100两，剩下的500两，全部比田府县都吞。田府县最大恶极，打到田府县，打到田府县，我咱们开路了。咋样？啊！你赶紧放几个冲子，把舱门压住。是这上面又得是国民党的气氛部队死守。你不能替我进攻的，该咋了？我是压个命令你，把这些人撵出厂里头看关系了，不是自己个人。都是他们建成，打打打打！苏兆芳，你把你打砸了。你踢着你打的头腰挂去，你踩着你打的身上给脸去，你今天不把你打砸了，你就是漂干日哈的哈哈壮。打在我中华，飞扬自由魂，飞扬自由魂，民主拔国坚，民主拔国坚，科学求进步，科学求进步，打在我中华，打在我中华，飞扬自由魂，飞扬自由魂，民主拔国坚，科学求进步，科学求进步。卢校长，你出来一下，我有两句话跟你说。好，学过的东西要经常温习，温故而知新，知道不？知道。下课。是共产党翻脸了，蒋介石动手打共产党跟农会的人了，那是他们，咱就算了，要不这个命大站得快，咱俩这人都毙了。那别的人咋办啊？共产党打不完的，越杀越倒。你还不快跑？这谁死啊？田小鹏咋办？他一个女人家不会把他咋样的。我还是会给你安顿一下，把枪拿上，实在信不行啊就到仓管庙会合，再不行就自己新枪，以后啊咱就靠枪杆子来说话了，这次血换来的明白。黑娃，小心我跟你说的话。你刚刚说啥恶魔铁心皮有啥用啊？小小姐，小小姐，我是跑着命跑过来见你的。你怎么明白了？你咋能跟你这样为难的干活啊？这是你闹的死好，我跟你说，给你钱收好了，不够你都借，把他拉哈上，再过两天再说。你们俩在这儿装小气了吗？我理不成，理不成你呢？怎么你死我还不知道呢？你怎么能认识人？你死了没害人之感呢？你不能不能，你这倒就没用了了。成哥，大爷，大爷，大爷，老朱，你别打架，老朱，快点，快点，小飞，小飞，快点，那是你吗？小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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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飞。
乡党们，兄弟我田福贤大难不死，又回来了。谭秋生，各位乡党，我可是修了仙人了，我没有脸再做乡人了。我不告连坐法，我不免你，也不办你。你回去，我错了，安静的在外坐着就行了。我错了，哎，谭秋生，我错了，我以前说都是假话。乡党们，我以前说，谭秋生不是放在脸上的，你是放在嘴上的，插刀，嘴上的。乡党们，那钱说的全是假话，我还往南砸刀。乡党们，我今天请大家看戏，我带了几本大戏，就是要让大家今天一回看个明白，看个过瘾，看透看够。我让农会这货不是前高低厚爱上高台的人知道，辣子是辣，辣子又多辣，辣子又多麻。我不耽误大家看戏了，开戏，戏。当你成亲后，庄稼都收了几茬了，连卖哈的小牛都怀了牛犊了，你是咋回事？一点动向都没有。一个大男人要连炕上那点豪恨都撕不出来，那你一辈子就出息不了，到了只能是个败家的人。我就是有些力不从心。力不从心，多少回想都不成事。都不是一定的。我叫冷先生，给你弄点药吃。没事，没事。小文，你是白家的长子，将来在祠堂里，你是白鹿亮姓的族长，在白鹿原上是丁文珠、李大良的人，这样的人不能没有后人。贾轩，田福贤，老哥，今天我是请你出山来了。我原来都没有进山。我是叫你当白鹿原乡员。人家子林不是干得好着呢吗？他把他儿都干成共产党的头了，要不是我保他，早都被县上拿下了。我要是当了，不都是趁人之危吗？贾轩，你水有多深，土有多厚，我这回可是全看明白了。两个字儿，自愧不如。你我是四个字。哎，我原来想说敬佩俩字儿。你这大戏唱了几天？两天了，明儿还有一天。哎，我坐当发猴呢。
兄弟，你不是发猴，你是在杀人。你干啥？亲自相约。这些鸡蛋都是自己家鸡下下的。谁下坏的我也不收，你拿回去。我求你大人不去向人过，就饶了黑娃这一回吗？黑娃风光的时候不管不顾，惹上乱子来怕的比谁都快。他犯下过些事，自己来鸡蛋能扯平点。来一个女人家，又是外乡人，那只能求你相约大人了。你穷啊，我还不知道求谁了。我现在跟你也差不多，你我都是废书。你回吧，别提这烂鸡蛋火炮的啊。回那跟大人唱，问得出来的问哈啥我就跟你说。回吧，把家人看见事情反倒不好办了。哎呀啊，我便宜了那些狼了。子白，要不你把鸡蛋收下吧，我心里不踏实呢。你有啥不踏实的？哼，我拿一个，你就踏实了。哼，不管咋，你鲁白都是我的恩人。啊啊，回吧，我给大人，大人出粮的，我在家里跟你说的啊。那鲁白，我等你信儿。不得行，我是个浪货。
给他背戴帽子、挂牌子，又接上戏台子，这行不？子飞，看你说的，他要是请你回来啊，你叫他一辈子老老实实的当顺民，我叫他给你当个干儿子，和两个人一块孝敬你，咱一块过安分日子。那就好，那就好。一个混蛋儿子，这变成俩了。哎，鲁飞，好好的，你咋了？黑娃有下落了，赵鹏死死死活。捂不来个正的，说好去啊！哎，说好去，慢点啊！沈哥，你不知道，我这一肚子的怨气，还真使不见个人来说啊。你是一个卖相来的女人，那两个都一吐着一肚子的酸水，你说我的命可不可怜呀？哎，不干，不干，喝点吧。你喝多了，子，我也不干，不干呀、啊。黑娃就是个混蛋。我不干，不干。少喝这么好的病人，不好好心疼。不干，不干。不是你正常好生的，哎呀，回来了！啊！完了！死狗蛋儿，整天跟法庭的猫一样，隔三差五的跑来捣乱。啥时候能回来？时下蹲不蹲就是头落地呀、啊。他能在外边还活着，就算不错了。等风声过去，我小孩跟县里的疏通呀。说白了，我就是这样。我姐，
快进，慢来的。哎，你干啥？不干净，是谁？哎，我当的，我当的，现在的师傅是年轻人的师傅，我按照族规把族长的职责转交给裴孝文，今后族长的事务就由他出面主持了。孝文年轻，做事不周全的地方还望诸位乡长多多包涵。如今风气不好，村里出了个伤风败俗的事情，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一对男女行奸被相约四邻亲自带人缉拿，先按照族规由裴孝文主持处罚。嘉轩，是狗蛋亲上女人，按照族规应该处罚狗蛋一人才对吧？田小娥没有关系。田小娥怎么个烂货？我是啥东西还要狡辩？就算不是我是，也早该收拾。你说实话，我就请大你。你来帮我，你要啥要管，你快去。我说的。小文，他叫恶人欺负你，笑话你。保大我的女人去。人的脸有好多层，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层脸。你就说小文那张脸，平时看着面面的，动起手来比他大得很，我都不知道他能对你下这么重的手。当个皮组长也就拧了，曾经他妈个皮的你啊，他那张脸后头像啥我还不知道，不管啥脸马了裤子的脸都一样。说得好，要说白鹿原上最该叫把裤马了的第一人就是裴嘉轩，又臭又拧，平时关东关西的，就说你跟黑娃到咱园上，不就是想跟自己喜欢的人过个安生日子吗？他非不让你跟黑娃进祠堂拜做成亲，他自己娶了误会婆娘，进了误会祠堂，黑娃娶你就这一回，他死活拦着不让进，还把你逼到这黑窑里，直到把黑娃逼上绝路。杀人不见血，再多提黑娃了，我现在离他连你看都看不见了。不过他老是把茬的组长的位分也推了，把裤马也抹杀看头。骂他儿裴孝文的裤都最划算，你想我是他大钉在头上的一块招牌，你把他办了，比办他自己还让他难受。你不是说笑，你是当天的娘？那不是说笑，那是叫你报仇呢。Oh!
请他来不？请他过来。江哥，造反？你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你为啥敢来？那见你第一面，就只有这一天。一年，说实话。我把黑娃交哥，我不敢想，想也不对。就说你像不像？像你爸在名字里，你不管我，我先打你。你有啥怪的？那么天打我，还不是你想要我？你要不着，气得闹的。我一天打你，我心里难受，难受的很。我早说那么多了。再说戏就唱完了，不过就来不及了。快来，让给你拖还是你自己拖？等会儿，不动不动，行不行？咋了？我有天打你，是为黑娃难过。你跟谁也不该跟狗蛋这样的，你都不想，黑娃真的回来，黑娃真的回来，你咋个办嘛？你真的想跟我？你还是回去听戏去吧。电影哈，莫算麻烦了，这窑十年八年的咱还能住。我真想哭通一声摇一摊，把我埋在里头算了。嫂子，我天的事你别怪我，其实我也是第一年就觉得你好看，要不是你我天教我，
这些话我一辈子也说不出口。我今儿呢就是想跟你说，我不是不想跟你，是我不行。咋不行？我闹不成事。完婚事就是这样，试过多少回了，都是这样。你赶紧寻个人看一下呗。看了多少回了，没用。我东西也是惯，穿着裤子走行，可以吗？不行了，嫂子，你别想，真的，真是这样。褂子靠杆，穿上。嫂子，黑娃，万一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你有他难处，就掌扣。我不为别的，你不要忘了，北路园，你还有个兄弟。你坐停了啊。宝鸡，嗯。你这话跟贵说，贵都不信。我也不信。嘉轩，我思来想去的吧，还得跟你说，刚刚要是不说，日后揽了包，你还得怪我。不管是谁揽了包，小文都揽不了包。他人咋样我心里最清楚。对着对着，我就是个闲话。子林，你这闲话能耍人。是夏轩啊，万斯要眼见为实。嗯，那咋的？嘉轩，我是子林。嘉轩，我这刀把打坏了。来人，我成心讹人呢。去。嘉轩，嘉轩，俺祖贵，我叫你把人往死了打嘛，打坏了。祖贵不让，
这还有假吗？来干啥吗？莫斯，事情都过去了，我这会儿一天也没啥可忙的，我跟我达把家分了，各过各的，也都慢慢的那。凤儿，那我就先回去了。你应该恨啊。我不恨你，我凭啥恨你？我都恨我自己。我真的一点都不恨你，都是我自己做下错事，怪不得别人。站，你站。你咋弄的？你不是在尿片里吧？没用，我刚还口渴，没敢问你要吗？你怕都是不捡的人行了。我嫁到你白家，啥下场都想到了，这都是没有想到我会饿死。行了，拿去买吃的去，我不是你，房里一间够你睡就对了，哭啥？小文，你出来一下。小文，你出来一下。
计把税地跟门房都卖了？卖了。卖给谁了？谁给钱多都卖给谁吗？这次又卖给鲁子林了。旁人卖不起吗？卖了多少钱？家管还没说死料到呢。你把地跟房都卖给我，我给你双倍价钱。我不行，大丈夫一言驷马难追，你给钱再多我也不能失信于人嘛。这地跟房都是你爷手里治下的，谁都不能卖。分给我就是我的，我卖我自己的东西，别人管不着。小雪，小雪，啊，子林，你小文非叫我把他的地跟前院的房卖了，我觉得不合适。他愿卖，你愿卖，我有啥不合适？地我还可以种，前院的房我要是住了，你咋出门嘛？你把前院住了，我另盖一院房住就是了。那个把房拆了，我是你的事，不用跟我商量。行吧，年轻人，你耍起来真耍出个帅气啊！给我顶个背！我不是桃园县主，我是北方几张。好。你好，你啥都没有了。有你就有我的。桃花源，桃花源来了。
家咋都想尿，听说连吃人的死都有了。那你他们也吃了吧？你把我吃了，我肚子里的娃都差不多大了，你还能吃一回，你也就活了，我俩也算不白死。你肚里有娃了，你那太作孽了。这么大的事情你咋不早说？我该把你娶回家，都说把我娶回家，你这里家在哪儿啊？行了，你把这个娃给我养下来，我要是饿死了咋办呢？谁饿死也不能把你饿死，我就是把我踢了给你吃，也得让你给你肚里的娃活。拿啥活？拿命活。等我回来，你等吧。小文，你咋混成这光景？啥光景不光景？这光景聊得很。你要还是我熟，你就快马脸跟我进个模式。你这把人都活成狗了，除了嘴硬，你还剩下个啥吗？你个长工，有啥本钱教训我吗？我个长工，眼窝里把你这条白瞎子拾不进去。再帮你问，这个我给他，你到底有吗？给没有？给，凭你自己。我要是活到你这个光景，我就早把个穷光把土给累死了。这你放你八辈子的心，谁饿死我都吃不了。
多少钱一个饼？15个大洋。没了。大明就个仨。白秀文。你看，收银。钱拿。我得回去一趟，把钱给我婆姨和娃送去。贺兵马上就要开拔了，我卖命就是为了我婆姨和娃嘛。你死了，婆姨和娃咋办？只能便宜娃他后代。我不卖了。你的命已经不是你的，来下一个。我不卖了。哎，叫个啥？不知道。你快吧，我朋友就卖了好几回了，这两军一交火，我时候再跑。跑不离了，还是从共产党解决。想干了是有害，想干了，人家还有八路费，你还可以再回来。军队，我见的多的太狠了，将来我天下还是压共产党。小文，小文，这里了，这里了，小文，老刘嘞，怎么？小文，等等，大人过来给你送粮，惦记你来了。哎呀，你他妈自己买了表了！站长，你把这钱，我打身上的粮交给小文，这是救妹妹钱。小文，你都到山头了，你还什么都没用啊！你不能再上人去，你把这钱交给小文。小文，赶紧回去，赶紧回去。小文，赶紧回去。这，大哥，等等，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他拿你多少钱，我都还给你。他人怂，根本杀不了人，你把他卖去，是给自己添累着你。那精神还让人杀了。你咋了？你哭的要啥？
大汉刚复，文人又来了。人死的一下一下的，人听说这是全是我的鬼魂弄的。都说白鹿大难九万里，那不白鹿了吗？行了行了，我就是个传说嘛。小泉，咱们请那个老族长出面吃头，对田少娥修庙、净身塑像、驱灾灭祸，不然万一敢叫白鹿原的人四方四绝了，是吗？你们要给田孝娥修庙，这是咋了？这是白鹿原的人都糊涂了，还是都中了邪了？不是中了邪了，是中了瘟疫了。给鬼修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嘛？鬼缠修了躲不过。人总得活着嘛，你大肃上气，白鹿原的降鬼族约里就造不着一条说可以给鬼修庙的话了。白鹿原的人也从来没有做过给鬼赎身烧香的事，你我说不是鬼太凶，是人太俗。你是头长，人牛，你说的都对。这会儿白鹿原的人都死了一片一片的，这不是一句话说的对不对的事，这是人能不能活的事。对对对对，我要是族长，要是瘟疫不死人，你让我从田孝娥的夸张底下钻过去，我都领头钻。是领导，是领导，是领导，是领导。张先，你是头长，你应该想想办法救救大家。这个夸张你要钻，我是你的事，我不钻。这个庙我也不修。这庙你也不为大家修，花也不为大家钻，那要你这头长干啥呢？司令当头长，司令当头长，司令当头长，司令当头长。我要给这个柜造一座塔，一座晴转流绝塔。我要把它烧成灰，封死棺镇压到塔地下，叫他永远不得翻身出世。时辰都过来，咋还不放炮封禁？老族长，来来来，我有句话想跟你单独说一下。家后烧人时候发现田小娥肚子怀了个娃，掐着儿子算跟你家小文有关，我就长了个心眼儿，我才给你单独说一下。万一把这压下去，怕把你老人家的血脉镇压到这他家了。
老组长，你再好好思量呀。如果你叫轻功，我马上找个叉子把人扯下来，他还得盖不锈，怕旁边使寒化，做一块防匪暴击，悄悄地把这罐子埋了，人归两够了，反正我不说，旁人也不知道。你骗得了人，骗不了鬼。我就是落个鱼死网破，也不能叫鬼把事逮起。埋。子林，哎，坐，有个事儿得跟你说一下。你说。我说了以后，你可不能怪我呀。我看你这个相约，今儿算当到头了。你这个进来。忘了。子林，咋了？咋回事？找来他娃活了，陆兆鹏混成共产党的大官，成了登上通缉大犯要犯了。县长命令亲自拿他，我想保他，保不住了。子林，有啥话给家里人交代没有？交代，但到了县上再交代。走，子林。有啥话你说，子林。这是谁起杀的？我没杀。你没杀？对。你没杀也脱不了干系。人我没杀。你要发狠，只管来，我不怕。叫来，黑娃回来不是来要钱的，他是来套人命的。是乱摸娘，啥味道的？不记得朱家坟面，哎呀，亲爱的，杀了他都不这么狠。陆三，
该认的认，不该认的八虎求乱认。该，这得是你的东西。你看，你的人就是用这个帽子放出去。我三人偿命，你来，朝你老子胸口上放一枪。你看更神气。你来，黑马，你杀你亲家，就得千刀万剐，还有过。来，飞！我三人偿命，你来，你拿老子朝你老子胸口放一枪，来呀！老爸听我命有啥用？净害人了！谁是我杀的？不干白眼子！你拿帽子，叫你老胸口放一枪！来人！来呀！要知道这狗子的心灵哈是实属来者，我找你图谋了一会儿，曹龙英，咱聊聊你亲妈妈这个儿子。三哥，今年的美好，你要吃馍，你要吃金馍馍。碰死你个狗，狗东西！金馍是金馍。飞机，你们人的飞机，你们人的飞机来了！别慌，飞机。放下，这次我们开了。
都天了。